好玩、好看、好好吃。东河商务所办理105年度马洛阿龙联合丰年祭活动，就在9月24号星期六办理，地点就在东河国小操场。活动内容丰富多元，有原音原舞的竞赛、乐团表演、传统竞技，还有射箭竞赛，还有部落餐盒以及亲子活动哦。现场还有摊位市集的展售，有许多地方美食等你哦。到现场只要拿着东河巷内消费的发票，还可以兑换陶艺品体验彩绘 DIY 哦。这么多丰富的好礼，千万不要错过哦！进来哦！